倩穿婚纱破盖，显被误会走光。邓紫棋日前在大陆广州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以一身白纱登场时却。2019年突然和经纪公司解约后，曾揭露公司许多违法行为，双方闹得不愉快，因此他也写了句号这首歌给前经纪人。有能力辨认，不是为了管理有成分，我为我的坚强，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弦。